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，外星人入侵，人类没有退路。为了挽救地球，我们急需创造出超能战士。为了拯救地球，我愿意参与试验。好的，茅台，只要你能够扛住试验的过程，你就会成为超能战士，但是过程会非常的痛苦。我会全力以赴。如果你承受不了试验的痛苦，请你马上示意我，我会终止实验。我知道了，博士。为了地球，为了人类，开始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！不是，他快坚持不下去了。不，他这是在忍耐。他是英雄，他是真正的英雄。不是，受不了了，还是终止呀！不是，还是终止吧。不，不行，他没给我任何终止试验的手势。我们不能停止，他没有呼救。救我！你个欺负妈妈！停止实验！博士，我看他的嘴型，好像在说终止实验。不，他是在说，为了人类，为了地球，加大功率。看见没有？他在享受这种过程。加大，加大！我操！我怎么死？不是，我爱3211号实验者已经很宁死也没有终止实验，可见我们人类的意志有多么的强大。因此在这场与外星人的战争中，我们必将获得胜利。打起精神来，换下一个志愿者。咻咻咻咻咻，赌王陈翔6:30。